趁着现在路上没有车，我就在这条路上走一走，拍一拍自己，然后看看这里的建筑。看这里的是一个很高大的一个建筑，不知道是什么，也懒得上楼梯了，还是走街道吧。是一个比较现代的商业街，这就是城市中心。老百姓都坐在这儿，挺舒服的。OK， 这儿还有一个图 ，Historical Center。上边呢就开发成了城市的中心的商业街。罗马 Stadium 的台阶现在还在，它那些石头都保留的相当的好，都是原始的大白石台阶。是座椅，那个猫呢？这个下面就是一个历史博物馆，还有这个旁边保留着一些遗址。建筑都是很可爱的。这个位置呢，是一个，还真是一个教堂，这是教堂的钟楼。这个教堂呢，叫做Saint Virgin Mary Cathedral， 1844年，这是一个国家纪念碑 of culture， 进去看一看，还挺漂亮，可以坐在这儿休息。一个 square， 走到老街里面的大石头路上。就像一个古老的教堂。哦，这就是刚才不想爬楼梯的那个，Book Republishing 什么什么东西。就不进去了。现在我该去 Ancient Theater 了。这里的街道都标的名字叫萨伊维楼，萨什么东西，萨什么东西。以前这条街很漂亮的，现在你看都搭起了架子在修理。现在这里还进去还要买票，我就不进去了，看一眼就行了。 Ancient Theater 是到了老城最高处。
现在开始往下走。哇，这个石墩子看着很舒服，很想坐一下。院子加二十步还在这儿，上面来过，就卖一些什么破旧的东西，有衣服。瓶瓶罐罐，它叫做 Antique， 这也是 Antique， 这个店真的很老，上回就来过这儿。房子倒是挺有那个特色，叫 Antique。 我卖一些有特色的衣服，是一个老城中心的广场。圆形的塔，внуки Галерин Ден Ден имала и ще штели да...